在别的不求的，就说把这个高神上在这个前面这个贝壳身上就行，技能多少无所谓，他有个四个技能三个技能其实就够用了，血宝宝嘛不用太多，说实话要太多也没有用，要太多也没有用。走啊，上来了兄弟们，成长，大家快看，成长变成了这个 1.2 攻体速法啊，成都是爆的，这个宝宝剑就 OK 了。然后我教你们怎么玩啊，随便见证一下就行，随便见证一下，扔个水攻，扔个烈火，不是要水攻对吧，扔个烈火，然后给他打技能书，给他打的话就打一些防御类型的高级技能，高级防御啊，先来个高级防御，然后再来个高价反震高招吧，别掉高神就行啊，很好啊，没掉，再来啊，这一下啊，别掉高神，别的随便啊，你玩啥呢哥们儿啊，我真的是醉呀，老娘你玩的是个屁呀，你的又白费了，行，又得接着喝、那这个不要气馁，不是气馁不气馁的事儿，兄弟，我现在是崩溃了，把这个烈火给我打掉，我们直接把低级技能给他上全吧，我们不上高级的，上高级的也是失败，高级低级也是失败，就直接上低级给他上满就完事儿，压还不掉，我去你个老屌，能不能把那技能给我整掉，掉火呀哥们儿，我就要让你掉火，我天哪就不掉，我去你不掉火我少个技能啊哥们儿，对掉，我打赌下次一定出，不一定了，看出来的是个屁，这什么玩意儿都没有，我的妈呀，你这玩的是啥哥们儿，你这真的是，哎我真的是醉了朋友，你们说怎么玩，这是啥，因为这个刚才没有高级技能，所以人家不给你往上顶，因为你不带高级，哎呀我去没法玩了兄弟们，越整越废，在这个身上花了50万，最后啥玩意儿没出来，我天哪亏大了兄弟，我们50万买个血宝宝了，都50万搞这身上又出来个成就，不知道是啥，不知道是啥，凤凰，我去，首次合作某属性达到50点的宠物，你歇会儿吧兄弟，你真的是让我失望透顶，白花钱，失败。